一遍眼泪就下来，天哪，太好看了，太棒了，就皇上，我觉得你那个最后一句话也特别牛，留下来吧，也不知道是人留下来还是汤留下来，留下来吧。那句真特别感动，是吧？嗯，真的。这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先皇上。真把自己当皇上。接下来那个啥，沙哥莹莹也来试一下这个 BGM 转换落泪，好不好？情境是这样子的，莹莹你要阻止你的哥哥。 哦，沙郡王是你的哥哥。沙郡王是我的哥哥。音乐一变，照样眼泪唰就得来。音乐一变，然后唰一下就流眼泪。唰一下就是开始。哥，你在干什么？ 今晚就是沈腾的死期，这个癫工，每一次都跟我争王牌第一丑的称号。<笑>哥，你一定要冷静啊！你以为你杀了沈腾，你就可以成为王牌第一丑了吗？ 还有杨迪呀、啊，应该先杀杨迪呀、啊。对呀、啊，还有杨迪。<笑>对，所以哥，你想，你已经忍了这么长时间了，马上就要杀青了，你只要一杀了沈腾，那谁还能接得住你的梗啊？啊？可是，如果他不死。 我一生都不会好过。变了，哥，哥救不了你了，音乐已经变了。哥，你叫沙郡王，在前世我还有一个男人叫国郡王。 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跑到他的怀里的，哥，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今天我就拿你的命求你，不能娶啊！虽然你是我哥，但是你要知道，你确实长得不咋地。 如果你杀了沈腾的话，那王牌第一丑男的位置你可是拿定了。我不想当王牌第一丑男的妹妹啊，哥。妹妹，哥，不杀他了。他丑，任他丑。咱不跟他争了。不争了。妹妹，哥哥。 这就变了嘛，这就变了，就开始哭了。我的天哪，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呀！我的妈呀，还没进入呢，人这突然就变了。我被急哭了。而且英英自己的词儿也不是往正剧了走的，对吧？对他自己也给改了。全新的尝试，全新的尝试。<笑>接下来，蒋龙老师和兰溪其实在一个古装剧当中。 有过一段真 CP， 其实是很多观众到现在还在讨论他们之间这个感情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一段感情戏，对，非常意难平的一段。哎呀，那今天我们看看现场了。<笑> 大人，你上前来。主子，我不敢。有何不敢？
10年前，御花园之约，我未曾前去。现下，你还在怪我是不是？主子，微臣不敢僭越呀。若说不敢僭越，为何在我得了失忆之后对我多加照拂？为何在皇上处罚我时又处处维护？是谁醉酒之后称我为知己？是谁将这玉壶交到我手上，如今却说不敢，又是何意？10多年我们都这样过来了，微臣真的不敢。10多年了，我快不行了。这么多年，我就想知道你对我究竟有没有过一点点一点点真心啊？有没有？那一夜的酒不足以让我动情。是吗？放心，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这一世我值了。小主放心的走。